警察是人民的保姆，而过年即将到来，他们在这段期间为了维护社会的治安，依然坚守岗位。县长林明正以及县府警察局长吕新才也前往中心分局颁证礼品，给予警察同仁，感谢他们的贡献与付出。因为过年快到了，所以我们为了过年这段时间，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都能够安全的在家里过年，所以我们警察同仁非常的辛苦，这个重要的节日他们都要严守在自己的岗位，我们休息，但是他们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了治安，为了交通各方面他们还是没有休息在勤务上还是要坚守他的岗位保护我们人民的安全。县长林明正指出，即将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民众在这段期间都会回娘家一起围炉，但是警察同仁为了维护社会的治安，依然认真执勤坚守岗位，因此这次也特别与警友会及县府警察局长吕新才一同来致赠礼品，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现在县长跟局长还有我们的警友的警友协会的监理事长主任副主任都来给我们警察同仁这个加油打气送一些这个礼品让我们警察同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能够让他们来慰问他们让他们能够获得辛苦获得大家的慰问给他们感觉到高兴我们感谢他们的辛苦。希望藉由林县长、警友会以及县府警察局长吕新才的加油打气，能够让原警同仁在执勤时能够更有动力，为社会治安来把关，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记者陈文俊南投采访报道。